八年没上过王者的女友玩元哥，一技能永远都别用了。二技能，哎我操，这个二闪，我操单杀了，哎单杀，哎看不明白，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一四三三一四三三三，哎大家点错了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点错。大招走了，你又回去了，我操！一四三三，这点不来。你三点两下。二三三没了一技能，哇！跑了一厘米是什么鬼？我操！你怎么大招能跑一厘米呀、啊？这是多少来的？我用一四三三二二三。一四三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三三，大招跑，大招跑，点的点的，这都打不过元哥，拉满了，就是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放反了，一四，你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乱走，反点，反着走，别，你要被兵打死了，别接，二技能可以跑。一的，哎，单杀，可以，别锤我了，拉满了，好像可以上国服了，广到了，来招呼，大招，来，一技能，对，跑了，莫名其妙，但是跑了，我操，你怎么跑的，我都没看懂，我是小戴，爆炸了，可以，国服元哥指日可待了。